在驾驶台，我推了第一杆，然后我就离开了驾驶台，我就坐在隔壁的那屋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点着一根烟，开始掉眼泪。我不知道这个眼泪是兴奋、激动，或者是这么多年的努力，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付出，就这么巧的是，五分钟左右，梁红也进来了。我突然就觉得我应该去找老张，我得找他，我得分享一下，哎，我们终于能走了。然后我就看见他在那儿哭，就是真的是不是我现在这样的，我觉得就是像个孩子一样在那儿哇哇的哭。我觉得当时本来我是特别开心的去找他，然后我看到他在那儿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俩就开始抱着哭。二百七是不会轻易掉眼泪的人，被子弹一叮咬，重度昏迷，帆船航海遭遇巨大风浪，突遇火山喷发，走走走走走，危险和困难，二百七永远都可以笑着面对。但这一次，太多太多的情绪堵在胸口。为了这条船，二百七的付出无法用任何词语来形容。这车中一推就是这么一个动作，就是这么一个动作。但是我们为此四五年的时间，这四五年的时间都在做这些准备。好多时候真的特别心疼老张，就是为了这条船，我觉得付出的太多了。这条船上我可分担东西特别少。这些年，梁红永远都在二百七身边。这还要待多久啊？这是江金宇。害怕吗？不怕，你在我怕什么呀？最浓的硫酸。快回来吧。两个人一起，共同面对危险，共同享受生活。现在，再一次共同出发。